做个场面吧，啊。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龙姐。上医院做了骨密度检查，回来中午了，太饿了，就炒个面吧。做一子就行。一子够了。够了。行，那你。先炒个炒面。要没泡，咱们就得搁凉水煮，千万别开水啊！泡了以后搁开水煮。凉水吧，不是那么太好煮。软和了以后要搅着汤勺，我们再添点水，然后小火煮。煮的也挺快，我们用筷子一夹，你看就断了，不熟了。千万别。倒出来过凉水，煎两个蛋先。煎好的蛋，给它煎成条，煎老一点。葱蒜，来一点点盐，这样柿子好出汤汁儿。来点五香粉，来点老抽，就来点葱头，白菜，急的。面条再少来一丢丢盐，来点葱煎鲜，小香油。哎妈，真香！可以出锅了，太香了。今妈妈刚才着急下手拌的麻辣黄瓜，先刷刷吧。这个抹布可好了，打湿了用啊，特别好用。我们把手先擦擦，你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，你看这碗上全都辣椒油。给它抹到这抹布上就行，不用洗洁精，一会儿一冲这碗就干净了，拖抹布就行。全程不用一滴洗洁精啊，我这是植物油，植物油咱们用凉水和热水头都行，要是动物油咱们就得用热水了啊。你看，就在这流水底下冲就行，因为它是木质纤维的，吸油不沾油，然后它还不掉毛。然后我们给它攥干，找个通风地方一晾就行。多好！哎，吃饭吗？太香了。来点醋，你来醋了吗？嗯，来了。你再来了，我再给你点面包。不用，够了，够了。来，你来辣椒油。油可辣，带劲。这炒面还挺带劲的。这个炒面真的是很好吃，这玉米面条，就是还省事儿，然后呢。营养还丰富，你就家里有啥菜你就加啥菜就行，你用什么非得刻意的。真的好吃。好吃。要没提前泡是不是就得多煮一会儿？没提前泡用凉水煮啊。完了，稍微多煮一会儿，过了也别煮太大劲儿，太大劲儿你这炒面该弄了。我拌了个麻辣滑条，我们旁边上下摆摊有一个卖衣服的，小孩40，哎呀卖的可不好，我看着天的感觉，有时候感觉他好像连中午饭都不舍得吃。他年轻的时候可有钱了，赌博就没了，把房子都卖了。这赌博真坑人啊。现在后悔了。富的太早了，小孩瞅的还挺好。年轻不懂事儿呗。现在这个年龄了懂事儿了。他好像输了300多万呢。嗯。一天卖不了一件两件，就这么的挺着。送个美团啥的也比这挣的多呀。那这不耗完了吗？你们说呢？先富不叫富吗？你把握住。现在这买卖更不好干了。行了。吃完饭他也就走了。吃完饭就摆摊去了。